各位新生你们好，马上要迎来下一次汇报演出，这次的演出你们将以1v1对抗的形式进行，获胜班级将直接获得第三次汇报演出资格，而第二阶段考核的两个离校班级将在对抗失败的四个班级中产生，我们将通过下战书的形式来决定你们对抗的班级。下战书的顺序将由你们班级两次汇演的总星数排名来产生。其实咱们班应该是等别人来选我们最好。对，我没有在怕的。对，咱们现在选谁谁就输定了呗。我们太强了，我就怕他们不敢选。新风暴不能怂，我们来 battle 一下哦。来了老弟，他居然对我们下战书，赤裸裸挑衅我们。拒绝走开。哇，炫哥来吧。哇哇，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配对，今天认定这个选择，我挺为你们每个人骄傲的。欢迎来到以团之名，我们即将迎来第二次汇报演出。当天入地别见怪，却是决心在东方看我把这江海翻。越来越后面，你们的自信越来越爆发，是今天晚上难度最高的。好帅啊，到现在为止唱歌唱得最好的，感觉到有光芒照到我脸上。站在 C 位的时候他会带着你们发光，我要给你们10分。哇哇，我觉得你没有特别的打动到我，我没有看到你那种自信不够整齐。最后两名即将暂时离校的是